作的基本用语。龙珠者指法名称：举珠、端珠、左右倒珠、亮相。舞龙者指法名称：举龙、端龙、托龙、擎龙。舞龙动作基本步伐：大八字步、弓步、马步、跪步、小跑步、圆场步、矮步、圆坛卧龙。龙体呈一平圆状，龙头、龙珠藏于圆中，团龙起伏，龙尾主导慢起伏三次似波浪状，龙身依次相随，要求运动轨迹顺畅。龙盘柱尾起伏，龙珠高举，龙头盘柱状，龙尾主导顺时针方向，矮步单侧起伏八次，走圆场约两周。龙翻身接东方龙造型，龙体急停，二至九号队员同时翻过龙身围珠擎龙，瞬间散开成东方龙造型状。要求龙翻身步调一致，擎龙高度统一，造型定位准确。戏珠后，龙珠踩七号队员背，飞过龙身，弓步造型。穿龙尾接跳龙起伏圆场，龙头穿过第八节龙身，随龙珠圆场一周，并在正面、右面、后面三个方位分别动作，起伏一次，逆时针方向跳龙一次。要求龙体运动轨迹流畅，跳龙时干净利索，不碰地。逆向跳龙行进，由左后向右前呈斜线状，做逆时针方向螺旋跳龙两次。要求速度幅度要统一，龙体要圆顺。正反腾跃行进，龙体沿右侧边线起伏行进到右后侧折回，队员依次跳步变矮步托龙行进，龙珠引龙体依次在第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节龙身上腾跃，反方向再重复一次。要求腾跃时龙形饱满，速度均匀，不碰踩龙体，快速游龙。龙体随龙珠从右侧到左侧做大 S 型的曲线快游龙两次，然后从右后向左前擎龙直线行进。要求大幅度奔跑游龙时速度要快，人体要协调的随龙体起伏，高低明显。连续穿越行进，龙珠、龙头和二、三、四号队员分别穿越第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节龙身，连续穿越三次。尾盘造型，九号队员骑在八号队员肩上，高举龙尾，龙珠站在六号队员的大腿和肩上，构成尾盘造型。戏珠后，龙珠踩肩越过龙身，弓步亮相。要求造型形象逼真，龙珠与龙头连接紧凑，配合默契。大横八字花慢行进，龙头随龙珠做大横八字花的活动图案，成型四次。要求大横八字花形图案清晰，
速度力度柔中有刚。连续左右跳龙，快速连续左右跳龙各两次，要求龙形圆顺，轨迹顺畅，跳龙利索。跳龙接摇船舞龙，第五次跳龙后依次迅速躺地做摇船状舞龙四次以上，要求龙形呈半弧状，队员团身仰俯做大幅度前后起伏状舞龙，大力圆螺旋行进，龙珠引龙头起伏行进到右前方，向左后方做顺时针大力圆螺旋状行进三次，要求龙形饱满，轨迹圆顺，腾跃龙体轻松利索，不拖地，矮步圆场越障碍。矮步圆场两周后依次飞跃龙珠，要求矮步要明显，小起伏要流畅，跃珠要利索，首尾穿身。矮步圆场一周即停，全体吸腿擒龙，首尾分别带队员穿越第四五节龙身，首尾内外起伏，首尾相对内起伏三次，倒首外起伏三次。要求内外起伏速度幅度要统一对称，首尾跳龙转位，首尾跳龙三次，同时顺时针方向转位180度。要求跳龙转位时龙形要圆顺对称，曲线造型，急停呈曲线造型，搓步追珠转位90度，首尾高昂转变造型。要求龙珠与龙头配合协调，造型要形象逼真，富有美感。换位跳龙行进，龙头穿第二节龙身与二号队员换位，做翻滚跳龙动作，三于四，五于六，七于八号队员依次换位行进跳龙三次，龙体同时转位180度。要求运动轨迹流畅，龙形要圆顺，不碰踩龙体，不拖地。绕身舞龙，双数队员原地八字舞龙，三五七九号队员绕身舞龙四次，要求八字舞龙轨迹要圆顺，绕身动作不影响龙形的美感。站腿舞龙，三五七九号队员站在双数队员的大腿上做八字舞龙四次，要求龙体圆顺，人体姿态优美。穿尾腾身，龙珠引龙体起伏小圆场一周，穿第八节龙身折回行进，矮步端龙，三五七九号队员依次腾跃龙珠龙头杆，要求龙形饱满，轨迹顺畅。躺肩挂腰四人组合舞龙，二至九号队员前后成两组，其中三七号队员直体躺于二四和六八号队员肩上，五九号队员挂腰于四八号队员身上，做八字舞龙四次。要求四人组合造型姿态要优美，连接与解脱时龙形要圆顺。龙舟造型，
原地八字舞龙连接，舞动中二四六八号与三五七九号队员同时分别向左右两侧跳步，做弓步端龙状，龙头高昂呈龙舟状，立龙造型，跳步接小碎步，龙舟造型逆时针方向转位九十度，擎龙后呈立龙造型，龙脱衣，队员直立擎龙呈龙门状，小步向后行进，龙头率龙体穿越龙门，逆时针方向走圆场至左侧，同时行进中三五七号队员依次越过龙体，解开龙体疙瘩，连续跳龙行进，龙体从左侧顺时针跳龙行进四次到右侧，接着逆时针反身跳龙二次至台中，要求龙体大幅度螺旋状翻滚行进，运动轨迹流畅，龙体圆顺，斜盘跳龙魔转，龙体斜盘状跳龙三次，同时转位180度，要求龙体斜盘轨迹清晰流畅饱满，飞身跳龙干净利索不拖地。快速螺旋跳龙，龙体呈立圆状快速螺旋跳龙五次，要求龙形圆顺不擦地，跳龙干净利索。直躺舞龙，队员快速依次倒地仰俯呈大幅度八字舞动四次以上，要求人体倒地仰俯动作干净利索，龙体八字舞动轨迹顺畅不打折。龙腾九霄造型，龙头龙珠分别站在队员肩上呈龙腾九霄造型，